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望廉，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的民意交响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我们市议会教育小组很重要的两位议座来宾哦。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秦真秦议座。主持人你好，各位大家电视前的朋友大家好。议座好。第二位呢是我们连恩典连议座。好，小金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议座好，今天两位议座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教育哦。我们要从实验教育、童军教育，到最后我们的这一个社区，还有我们的学校如何共荣双赢，让基隆变得更宜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基隆市政府向教育部争取了前瞻计划的经费，开放社区居民共享学校的图书资源。目前基隆市有19间的社区读书站，每一间读书站都有不同的特色。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七读国小的社区共读站。基隆市第12所社区共读站启用了，坐落七堵国小内，宽敞的阅读空间，明亮的采光设计，还可以欣赏窗外的鸟语花香。我很喜欢这个图书馆，就是因为这边有很多新书，而且环境很明亮，有很多我们以前图书馆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来这里阅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不止教会学生，更可以与社区民众一同成长。教育处长林助理颁发志工感谢状，感谢所有参与付出的人员，让学校成为师生及社区民众的心灵充电站。目前基隆市总共有18所社区共读站，七堵国小是其中第12所开幕的社区共读站。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共读站的设置，让学校真正成为社区的中心，同时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好的资源，平日的时候供学生使用，非学生上课时间可以提供为社区亲子共同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基隆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美好。结合校内自然与生活科技领域，校方办理昆虫展及相关书籍推荐等主题活动，让七堵国小成为师生及社区民众的心灵充电站。社区共读站真的让很多人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它最主要就可以让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共享共用。而且有知道这个基隆的社区共读站在学校嘛，每一间学校都有每一间的特色。我们要请连议座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社区共读站它的功能很强大，但是民众都怎么来跟你反映？是，我想这个从中央的这些的经费能够资助在我们市政府的时候，那我们政府也非常努力的去要了一些经费，特别在给学校成立的这个共读站这种概念。那中央当初有这种概念要给我们学校，也就是希望让周边的社区能够有更多来发挥这个阅读的这个机会或者场域。那我们基隆市刚刚我们也听到已经有18，其实有18所，还有最近也刚成立的省立基中，那省中他们也已经开放，也就19所。那听到这些的，我就在社区里面，就我们暖暖来讲，我们这个已经有5所啊。那有非常多的人，目前也陆陆续续的都能用这些的共读站来去，不管是借书也好，还是还书，还是跟孩童一起去阅读。我想这对我们来讲，社区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所以就是要开放，让更多的人一块来使用嘛。那民众接受度都还蛮好的，对。那目前就是因为去年是疫情的关系，所以那个学校也缩短了这个可能让社区来用的时间啊，这是我去了解的。那但是我们在民意代表，我们实在是很期待，如果这个学校能够开放更多更长的时间啊，让这些的社区的朋友都能够去使用，就像特别到了那个4、5月，好，必须要到联考的阶段，那常常有民众
也去文化中心啊，或者是电力公司那边都找不到可以这个读书的地方。那如果学校这边如果特别在这一种比较特殊的期间能够开放，让这些同学都能在那边能够准备功课准备考试，那我想这是更好。那另外的时间呢，一般我们家长上班，那回来如果有时间能够陪孩子，那能够到共读站一起去读书，那我想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下课以后。那我们在这个期间呢，也跟学校有了解，也做了沟通。那学校目前比较困难的是第一个，那学校现在目前的管理晚就是下课了之后管理都是要依靠这个楼管公司，也就是警卫保险这个来做这些管理。那在教育处的这个经费有限之下，那在管理的第一个门禁的问题，这个也就是很大的问题。那再来就是人力，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七堵国小他们这个 VCR 开放的当中有非常需要非常庞大的这个志工资源能够来助力，那不管是借书啦，这个是管理啦，那在图书馆呢维持秩序啊，更甚至的要帮这些维持他们的整洁，那这些都需要社区的这些志工来协助。那我想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特色，那也是需要这些的志工能够来参与。那现在很好的志工在学校不管在上下学这些的交通志工已经我看各个学校也都有很多，但是有些的学校图书的志工就没有这么完整。那也期待也在这里呼吁我们这些不管是学生的家长，那我们刚刚看到基督国小那个影画面，那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是阿公阿嬷来帮忙。那像现在如果社区的好朋友大家如果有一起有时间，那你可以跟学校接洽，然后你们可以在学校我相信一定很乐意我们一起去来帮助这些的场域，让学校和社区有一个更多共融的这个时间，然后更多共融的方式能够来让社区这些爱读书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对，真的就是从我们的开放时间还有如何来维护这两件事情来着手，就可以让我们社区共读站发挥更大的功效。请曾勤义做有没有什么看法？社区共读站的话是在我们教育部它一个所谓的一个政策哈，补助了各县市的一个社区利用学校的一个空间的教室的资源来设置这个共读站。那我们基隆市有18所，假设再加上我们国立的基隆省中还有女中，也许不止18所了，可能到20所。那这个社区共读站的设置呢，当然了是希望说把校园的这个图书馆的一个设施能开放出来，让社区的居民来共享这个阅读的这个资源。那我想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VCR 的图像里面有老中青三代，假设这个社区共读站能开放，让我们这些社区的居民的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能有机会到社区共读站陪着这些小朋友或者他阿孙共读阅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亲情的一个画面。我想在这亲情的共读这个阅览的这个情形之下呢，彼此间这个所谓的阅读的这个效益可能会更好。所以说我希望说我们社区共读站呢，在因地制宜开放的时间上，我们希望说能弹性一点，不要在一个所谓的规定的一个标准时刻里来开放。因为有的时候家长爸们或者阿公阿嬷们他们的作息时间有一些不便利的话，你在这个定位的时间上他们就没办法参与。所以希望说有一些阿公阿嬷这些比较长者，他早上能带着他的阿孙到学校的话，假如社区共读站能开放，那个时间他的阿孙去进到教室去上课，那阿公阿嬷可以在共读站里阅览他的一些这个想看的这些书，那彼此之间这个资源大家都分享到了。下课的时间阿孙也许会到这个阅览室里共读站来跟阿公阿嬷来共享这个那短短的十几分钟的下课休息时间，我想这是一个彼此非常有所谓温馨亲情
以及知识共享的一个据点的话，我想这一方面呢，希望我们教育单位，还有我们生产单位，还有学校单位，能稍微思考一下，在这个社区共同在这个共用情形下的时间上，做弹性的一个做因地制宜的调试，我想才能发挥它的社区共用它的原本的一个效应跟功能出来。哇，真的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就是要有弹性的开放我们的社区共读站，對對對，让共读站的功能发挥到最淋漓尽致哦。那刚刚我们讲到是一起亲子共读嘛，對對對，社区共读嘛，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我们的实验教育哦。公营实验学校是近年来成长最快的模式，在109学年度来到了将近有80所的公校转型，如何扩大在台湾的影响力，又兼具实验课程与基本学历，是各界最受关注的议题哦。我们现在要带大家来看看南龙国中目前在进行的实验教育。那我们基本上会配合师傅跟徒弟的方式，师傅可以协助徒弟，因为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在学习方面落差蛮大的，可是通过这种互相配对学习的方式，其实小朋友更能够从师傅那边学到一些概念。师傅与学徒的学习模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原本在家要预习的课程直接在教室上演，先让学生自主学习探索课程。好，接下来，好，来等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同学利用3分钟的时间，我们把刚才在课文第10页的关键字，请你把它画成2层。回首实验教育满半年，每一科目老师脱离一人独讲的上课模式，鼓励孩子成为课堂的主人。那我在国文教学上面呢，最主要是引导他们思考力的表现。那我是会用心智图，让小孩在上课之前先思考一下文本它的结构，那在上课的时候运用他们思考之后的表达，然后交叉的一个合作学习，让他们在对文本上面有一个结构性的认识。满墙的心智图看出孩子心中究竟在想什么，不管是跆拳道高手，还是台湾最棒棒，或者是看不出的混沌，都展现探索式学习，最终要让孩子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希望培养学生对于自我探索的一个能力，那透过学生的心智图的绘制，然后以及课堂上的上台发表，让他们对于自己更认识自己，也让别人有回馈的机会。公办公营实验学校必须要兼顾基本学历，也要经得起学科考试的检核，同时又要发展校本特色，的确是一条辛苦的路，才半年还看不出成绩或特色，苦于招生，就得广开大门推出系列活动。我们南龙国中实验教育未来力教育里面的第一个学期在实施，为了让基隆市更多的国小的家长还有学生呢，以及社区呢，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实验教育的理念跟它的实践的方式，所以我们从3月份开始呢，推出了4T一系列的体验营活动和说明会。我们也希望呢，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亲师生三方都可以来了解实验教育内容，究竟实验教育的课程如何去体现实验教育的内容，以及透过动手实作探究的方式去了解实验教育内容。我们很欢迎呢，我们基隆市的亲师生三者呢都可以来上我们的网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资料都在我们的 QR Code 里面。课程要融入地方文化，也要培养公民素养，打破分数迷思，更要找到探索精神，衔接高教。希望学生不要用分数来界定自己和他人，虽然有人进步得快，有人比较慢，但只要不放弃学习，孩子将会越过最难爬的那座山，会考。真的，实验教育最后是要跟我们的核心教育来接轨，所以他们这时候有分出2项。那2位译作其实都有参加嘛，对不对？他们的那时候在说明会，我们先请秦译作来跟大家分享。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这个国际的瞬息万变的这个未来的世界哈，各国教育都在翻转。所谓的翻转呢，我想并不是说以固有现有的一个所谓的教育状况，而希望能启发未来以及这所谓探索的一个方向的教育标的。在这个2019年全球的50个国家的教育的一个效率的评比来讲呢，前3名是芬兰、瑞士跟纽西兰。那和在亚洲国家来讲，只有新加坡跟德国是列入新加坡是第7名。那我们台湾的目前的实验教育呢，
还在17米以外。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们台湾有其所谓向前发展的一个空间。那我目前我们基隆市的实验小教育来讲，国小有两所，一个就是八堵国小和马林国小，那这是国小部分。那国中部分，那刚好在去年度109学年度，由我们的南荣国中开始做一个启航的一个实验教育的一个开发。那在我刚刚讲过，我们目前的两所国小的这个实验教育来讲，八堵国小他们最主要的是以是公办公营为主，那马林国小是公办民营为主。那这两所学校的他们的国小的这个实验教育来讲，有他们的既有的特色。那以八堵国小来讲，他们是以审美跟人文情怀为起点的一个导向，来启发所谓他们实验教育的一个方针。那个马林国小呢，是以生命教育和品格教育，来以人本为学校的一个实验教育的发展。所以说这两所学校国小从106年开始到现在才短短的差不到三年，那整个要看出他们在这两个所谓的标的的方向的一个特征，也许目前看不出来。但是当他到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国中来衔接的话，我想他进入国中这个实验教育的学校来讲的话，他们自然而然能领悟到何谓实验教育的一个领域的学习的环境。我想这是个从小学开始的一个实验教育的起步，你再一直往前走到国中，甚至到未来的高中。到了高中以后，他到大学，他的学习，他在这个所谓的学习的领域选择性，他有自我的一个选择性比较宽广。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教育的改革了。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南荣国中的一个维西亚的一个说明呢，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认为实验教育会不会是一个白老鼠的教育？那孩子进入这个学校会不会误导他未来的一个所谓的竞争力？我想这都是目前家长比较所质疑的。其实在这个实验教育，我跟这个南荣国中游校长他们谈过，也了解过，也询问他们过，他们说其实他们在这个实验教育的规划的课程里面的108年的课纲为准则，这是核心教育。那所谓的实验教育在培力的课程方面，他们在主课程方面的这个核心教育课程里面以外的时间，由老师来编列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培力的学习的方向，让小孩子来学习摸索。我想他在整个这个学习的实验教育的方针来讲，就是希望能启发孩子的适性的发展，还有他的未来的适应的发展，以及他未来的所谓的创造力的发展。我想这个孩子从国小已经有知道他的心向的方向，到国中，那在国中引导他们所谓的适性的发展，以及适应的未来的选择，还有创造的未来。我想这是一个教育的新的一个孩子的一个里程啊。我希望说各位家长，假设对于实验教育某方面有所质疑或不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三所学校的校长先跟他们去探讨一下。那我想这些校长他们能办实验教育，一定有他们的一个所谓的特殊的一个标的和他们的特殊教育的环境出来。我想家长们假设能去深度了解，可能对你孩子未来的学习的环境你就会释怀。那刚才我们那个南荣国中校长他也有讲过，他们现在目前要在国中部分到国小去做个实验教育的宣导，因为很多的我们的学校教育的家长，国小家长们，他们不了解他孩子到了实验高中到国中之后会有什么一个不适应的地方。所以说他曾经南荣国中校在3月6日、7日在马林国小、八堵国小办了一场，然后3月13、14日在南荣国小跟成功国小还会办一场，那第三场呢在3月20日到3月21日好，在所有他们的学校，好，就南荣国中的本校。那3月27、28日呢，也是在南荣国中他们的本校。假设这些家长，如果说你想进一步了解实验教育的内涵、实质的意义，可以在这时间里跟我们南荣国中的学校去联系他们的说明的时间点，那么你们就可以到现场去听听学校对实验教育的一个说法，以及你们所心中的疑问，可以当场的 QR code 大家来询问。来解答，我想这以上实验教育来讲，对我们所谓的家长们，你们可以所谓探讨以及了解的一个方向的地方。
哎，这样听起来真的每间学校都有各自的特色，在他们实验教育。教有它的特色啦。对，那我知道那个连译作其实有去参加过一场，对不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实我在八堵国小第一次他们要，本来是要到废校的阶段，因为人数太少，后来这个校长就用实验教育来做一个改革。那我知道他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八堵国小这些老师也非常的认真，因为实验教育的刚刚讲课纲是配合的教育部这边来做的，那但是一些培力的部分他们就必须要自己去设计，不管任何的活动还是课外的活动，这些他们都要老师自己来设计，所以他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那老师也有这个意愿，他们要往实验教育实验学校的这个部分来进行，后来终于被他们达成了。那大家这几年当中，据我了解的，头先八堵国小都没有人要去读，后来这实验教育一发响的时候，那个学校来透过我去拜托我们说能不能挤进去八堵，或者是那个户籍能不能先迁去了，也很多来拜托的，所以现在已经非常热门了。那也可见的说，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对现在的孩子来讲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那我们刚刚在下面在聊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教育就是依照学校的国立编译馆的这些的资料，然后来教我们，教完就是背一些公式，然后来慢慢的应付考试。现在的不一样，那孩子接触的这个知识的领域非常多，不管在电视或特别在网络上，哇，他们看到的比我们还要多还要广。有时候我们像我的小孙子啊，2岁5岁的，我都不晓得怎么跟他们应答，怎么他会讲这种，这是，所以这个现在的教育也真的完全不同。那特别是现在的，我刚刚讲到，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实验教育，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式。那当然，大部分的学校都按照这个教育部的这个课纲，然后他们的培力的有一些的这一些的课程，也是按几个编译馆的编译，编那个。编译课程来做一些安排，但是这些的实验教育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完全不一样，是比较新的，让孩子有自主性、有自发性和特别是创造力。每个小孩子看到的都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小，就是我有一次带我的孙子去看一些的鸡，那些鸡全部是黑色的，那结果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请他们画鸡。他的鸡全部是黑色，老师说你的鸡为什么都黑色？他说我阿公带我们去看那个鸡，通都是黑色，所以我觉得鸡应该是都黑色。对对。所以我想每一个孩子他接触到的，他就自己会能够表现出来。那像我们以前可能书教你知道鸡是有彩色的，什么也不太一样，但现在的孩子他感受到的，他自己就会表现出来。那凭他的创造力，那可能他又做一些，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美术班的孩子像我们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不是用现行的形象来做这个美学的表现，而且他有创造的时候，不管在颜色或者他的心情或者是他的感情发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同。像这个我刚刚在讲到，就是说实验教育在这方面他们就特别的注重，让周边的培力的有一些的教育的性的东西，然后能够让孩子自己能够启发出来。所以我在这里我真的也很支持。那刚刚这个秦源也有说到，如果我们特别对这个实验教育有兴趣的，还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你觉得现在的小孩子这个教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的孩子，你可以往这些实验教育的这些学校来做探讨，然后让你的孩子也能够有更多种的选择，然后在这个成长当中有不一样的这个学习。是，那要请教请你做嘛？其实有不少家长也跟你反映嘛，对不对？那在实验教育学校的小朋友，他们的表现情况是这样，因为很多家长刚好讲过，会说把孩子送到去当一个白老鼠的一个实验的教育，其实不是这个味道哈。因为实验教育我刚刚讲的，它有一个核心课程跟培力课程，培力课程就是学校的老师，他要以他们现有学生的他们的一个性向。去特别创造出某一个课程出来，让孩子他在这个核心课程跟培力课程能结合，在这知识教育里面所吸收的东西用力在用到培力课程上去启发他的潜能。
他会思索，他会去探索，然后再去创造。一般我们来讲说，我们看一篇文章要很多文字，但是今天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只要在实验教育里，我曾经带他们某学校看过，他们用图说就把这篇文章的内容全部说出来。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看漫画，漫画是以图说来表达这个整个故事的内容。假设今天我们让我们看一篇文章，花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从头到尾读一篇文章才知道它的内容，我想哪个效益会比较快？一定是以图像的来表达，也许比你文字来表达让人家觉得更能吸收更快。所以说整个这个学习教育来讲，他们又家长又认为说，那学校的师资够不够？其实跟各位在座的各位我们这些市民好朋友家长们说明，现在我们南农国中他们老师在课余之后，他们要学习这方面的实验教育的领域的一些编辑以及知识，所以他才能创造出给孩子的一些培力课程的内容。比如说他要学资讯的，好，资讯里面他是怎么去了解这个影像，是怎么去拍摄，然后编辑影像里面是怎么去把这个影像能做到最完美，让最大家能吸收能欣赏。我想这就是从一个摸索探索及启发，让他们产生他们这个学习到这个某方面的技能能力。所以说实验教育就是用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核心教育来启发孩子他的基本的潜能，让他寻找到他未来他的性向的一个发展。到他的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朝他的性向发展去摸索他的未来的一个所谓的学习的方向。我想这是实验教育最主要的一个方针跟它的深层的意义。对，那可以看到实验教育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它是主要是激发孩子他们自己去摸索，然后很快可以看到孩子他们到底喜欢什么，然后进而去发展。对对 对, 对，是不是？我们以前读书的老师给我们一篇的文章或一个数学题目，公式给我们就照公式写出来，然后答案出来，那就标准对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题目的内涵，为什么这个题目会这个答案出来？我们要这样做才会有这个答案呢？所以跟现在的教育，过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让孩子想说，哎，你这个教你那个数学的程式答案出来是怎么来的？让他去探索，让他去发掘这个思索的方向的目的。所以可以跟很多观众朋友来分享，其实实验教育有不一样的教学模式，但是孩子的力量跟他们潜能是无限可以被放大的哦。好，那刚刚说到是我们的实验教育，那另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教育就是我们的童军教育了。如何触动童军的热血来推广我们智人勇的理念？我们要请我们的连义座来跟大家分享。好，谢谢。那个，我想今天我也穿着这一身的这个童军的制服哈，来到上节目，我也觉得感到非常的这个光荣。那当然要讲这个节目，我刚刚在一想，哎呦，我接触这个已经19年了，快要20。对对，童军。那其实我从小我就很向往，很羡慕啊，那个有人可以参加童军的。结果一过我就当兵回来了，然后就进入社会。那在一个机会当中，就是我那时候在议员那边当助理，然后我有一次去学校就看见定内国小他们有这个童军团，那我就跟这个有个黄雅兰老师就聊到说童军的理念什么。后来我突然看到他们的那个墙上就有幼童军，那小学是幼童军，那他有一个叫做诺言，这些的中心思想，这诺言就是我愿尽力爱国家守规律。就幼童军去每次开始的时候，那个团契会的时候都要背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守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在这里，服从长上，帮助他人，不说谎话，不怕困难。我觉得看到这个这两个，这个一个是诺言，一个是规律，我觉得孩子从小如果都能够按照他的诺言和规律来去学习，在这个中心思想上面来去发展的话，我想这个孩子一定不会变坏。那我就问一下那个雅兰老师说，我怎么样，我可以参加吗？那当然那个老师非常非常好，说我们这边很需要服务员哦，那是不是可以接受一个训练？那我这边一个照片，我在91年的时候，对，我就参加了这个
应该是最基本的目击训练哈，目击训练。然后目击训练完了以后，那个我们童军团里面又鼓励我说，你是不是再继续参加这个木章训练，也就是更进一阶的。所以我在92年的时候，在下一章，92年的时候我就参加了这个101期的这个木章训练哈。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在，目击训练要毕业的那天晚上，我们有个萤火会。然后在萤火会的时候呢，那个服务员就告诉我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发一个诺言，就是自己对自己承诺以后要做什么事情。那我那时候我就心想啊，我看到这样子的幼童军，然后又有这样子的教育的中心思想，那我就我自己发了一个誓言，告诉我自己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在社区里面，在社区办这样的童军。那结果过了好几年，我又当了里长。那时候我就跟亚兰老师说：“我现在有当里长了，可以是不是在社区里面，我也有一点点的这个人脉，或者是可以跟家长沟通，那是不是可以开始我们的这个社区童军？”那亚兰老师那时候从定内已经调到暖溪，那一阵子他也很忙。那后来我们就停了，也停了好几年。那最后，那时候我就慢慢陆陆续续也被这个社区人的肯定。也在他们支持下，我选了议员之后，我说：“亚兰，我讲的这个发的这个誓言已经很久了，可不可以帮我实现这样子？”那亚兰说：“好，现在时候可以了。”那时候他就找了基隆，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天祥童军富士童军团，所谓的富士童军团就是从幼童军，这是国小的到国中的童军，再到高中的行义，再到大学的罗浮。好，这样就是一个复式的，就是不一样的年龄层，那成立了一个童军团。那时候，之前呢，那时候是一个，我的这个老前辈哈，我的还住在我们的邻居，他参加这个童军已经50-60年了。那次好像全国还颁给他一个最高的荣誉奖章。那李志平我的老狼，我都叫他老狼。那他就把这个担子就交给我，他说：“好，这个我们富士童军团的这个组委的部分就交给你。”那时候我就跟这个黄晓南老师说：“这样子好了，只要资源的部分由我来处理，那不管是如果缺钱呢，或者缺场地，或缺什么，我来帮你们这个安排。然后，但是这些在教育这些课程方面带孩子的部分由你来张罗。”那他一口答应，那我们就这样子，富士童军团也就开始。那从那时候，我们这条蓝色的这个领巾，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徽哈，那个也就是这样子再重新设立这个富士童军团的徽章。那从那时候开始，那个杨老师他就自己我们讨论的一个方式，因为以前在这个童军成立的时候呢，他都是依附在学校，就是小学生他的那个。这个童军团幼童军团就在每一个学校自己有童军团。那后来是因为这些在我的资料是到了这个几年，后来就成把这个童军团就变成是一个社团的，那学校也就不必再介入，所以童军在学校的童军团就有停了一阵子，就也就没有在这个团集会什么的。那时候也正好我上了议员之后，我觉得这样子，在教育处我就争取了经费，说这样子的童军教育还是一定要让他继续成长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目前的这个品格教育在外面也几乎找不到，但是我觉得在童军团里面、幼童军里面，这些都一直在不断的告诉这些孩子。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他特别是不管在跟这个团员一起在相处的时候，一起共同来完成有一些的事上面交办的东西，这个团队精神非常重要。那我就建议这个教育处还是要拨，但那时候我们的教育处处长是陈淑珍，现在已经是海科的那边的馆长了，他也非常支持，因为他从小也是童军长大的，所以他那时候就又拨了钱，然后从学校又继续再把这个童军团，然后继续能够执行。
那后来呢，我在这个里长的这个领域里面，哎，我自己说要，哎，走这个社区童军呢，那我就把童军学校童军带过来社区，让他跟社区能够一起交流。那时候我已经就哎开始就在筹备这样子。那我刚刚有讲到，我到了议员以后就接了这个复制童军团。复制童军团一开始，哎，你那个我们的杨澜老师，我们研究了一套方式，就是我们从三年级先开始招生。那招生的时候一定要我们去做说明会，但是要请家长一定要人来参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参加童军团的时候，学生很多，但是那个服务员，也就是学校的老师很少。那这些孩子，我们在不管在带他们做活动的时候，就缺乏那种动力和管理。那后来杨澜老师这个方式，虽然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们这个复试童军团的幼童军那时候只有14位。十四位的时候是怎么样呢？这社区是从各个暖暖区5个学校，定内那个暖暖、暖西、暖江、八堵，这5个学校里面都有一两个来参加，所以我们凑成14个就开始。那14个开始，那时候家长，我们那时候也要求家长一定要一起来，然后陪着你的孩子啊，一起跟他们做游戏啦，或者是一起学习。那后来慢慢的。已经这个家长到目前为止，我们叫做服务员了哈，这家长已经有到30多位。那这些的孩子成长，就是因为有家长的继续参与，我们也帮家长，受训，就像我之前的基本牧章训，再来是牧章训练，那训练以后出来，他们慢慢就有这个能力，能够来带这些的孩子，也就带这些幼童军。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持续了六年多哈，每一次的团集会啊都非常的热闹，就像我刚刚照片里面，不管是带孩子游泳啦，哈，在社区的这些的服务啦，哈，游泳啦，还讲故事给他们听啊，这都是我们这一些的服务员要做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不管是好比说神节啦，啊，这些都是。那说到我们已经6年了，那这些国小的人就毕业啦，毕业到童军。好，那我们的童军就开始产生了。那目前童军我们有14位。那刚刚这些照片就是我们在2月底的时候有到这个八斗子那边的环保公园，我们去做这样子进行这样子的活动，也是童军。因为童军学习的东西和幼童军是不太一样的。那童军开始野炊，要学习野炊，要打绳结，要搭这个帐篷，野地求生的概念。对对对，就是让他们就也成长到这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就是说这个童军教育我们绝对不可以放弃。不可以放弃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不管是3C的这些的产品啊，或者是外面的各种社团，都会这个让孩子去选择。那我在这里呼吁，为什么这次在用童军教育来做我们的孩子基本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诺言和我们的规律，从这样的中心思想来慢慢的发展，让你的孩子在成长中有一个是对的方向来去思考每一件事情。那然后在这里重新找到我们品格教育。家长也不必担心说啊，这个我要教你以前的什么，智仁勇啦，忠孝仁爱，心和平，现在已经书面上也都没有看到这些。但是在我们的童军教育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边一点一点的慢慢来教这些孩子，然后灌输在孩子的身上，让他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我刚刚讲到最简单的，我要诚实啊，这是我想对孩子，你要家里妈妈怎么样去教他。但是我想在童军里面，每一件事情都一点一滴的告诉孩子，这样是对的，这样是对的。那我想在这个童军教育里面，最少像这些妈妈，有时候你也会担心说，我假日要带孩子去哪里？那借着这样子的团体，我们的团集会就是每两个礼拜一次，那我们会分别在各个的学校，那来举办。
那现在我刚刚讲的五个学校，我们已经又拓到暖暖区以外的，包括这个太平国，港西国小，港西国小、五伦国小，那还有一个是，八德吗？不是，在大武里面的五伦国小那边。那边已经那些孩子家长也都认同这样的方式，那也我们也鼓励这些新加入的家长，你也一样要去受基本牧章训，然后再来带孩子。那很多家长，当然我们在这里跟他们闲谈之中，他们也真的也很感谢这个几年当中跟孩子有更多的亲子的关系，那也更多的了解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好，那趁着这些的活动，那跟他们一起互动，然后孩子有时候这个在家里可能妈妈就说你的诺言哦，你要注意你的诺言啊，你要这个记规律哦，他们就会这样子在反复的那这个要求，或者是让孩子都能够知道怎么样子来生活，然后不管是对家长还是对学校还是对他的同侪之间，都有更好的一个理念一个思想，那一起来共同生活。是，就听易作的故事觉得还蛮感动的，真的就是从一开始而且是成人之后才开始接触到同军教育，对对对对对，然后发现同军教育它最好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其实我们的道德教育，对不 对, 对, 对，我们的品性教育，没想到在品性教育方面从同军着手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周遭还可以学到非常多的技能，是，所以现在已经推广到各校去了，对 对, 对, 对，希望未来还有更多学校来加入，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块来朝童子军的这个核心理念来前进。对，没错。那有想要加入的家长，可以跟我们的联谊做联络。欢迎大家。你知道吗？对吧？等一下可以，到时候我们网络上再打上你的联络电话。那刚才我们好看到的是，童军教育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品格上面有不一样的亮点之外，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是要发掘孩子他的一般的特色啦，它本身的特色。那我们又回归到我们的实验教育，我们要请易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实验教育要接高教，基隆市有准备好了吗？其实实验教育我刚刚讲过，我们在国中端是去年度才开始的第一个学年度哈。那其实，在整个国中端的部分，我刚刚讲过，在我们的2018年的课纲教育里面的基本课纲教育，这个实验教育学校是不可缺的。好，我这有一个课程表，好，各位看一下，它那个它整个基本的所谓的核心课程语文，好，然后社团活动、数学都在上午的时段开课，那下午时段就是培力课程。所以说，在这种所谓的核心教育的课程里面以及培力课程里面，都是相辅相成的，绝对不是因为实验教育而放弃了所谓的课纲教育核心课程里面的那一部分。因为到了国中的时候，他们进入高中的时候，他们也是要本着所谓的会考的成绩来进入选择他们的学校。那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一般的高中，还有技职高中，就是他们的技术就是一般的职业高中哈。因为他们在国中部分端，他们在他们的实验教育领域已经启发他本身的他一个性向。假设到了高中端，他想读一般的高中的话，也许他就会选一般高中，但是不喜欢说继续升学，学在技术领域里去学的专长的这个教育，他可以学的技职教育。所以说，在高中端来讲，我们技职教育，假设在国小、国中部分，从小把他们适养性、他们潜能，能把他们发扬出来、培养出来的话，到了高中，他有他的高中的选择性。我想这些孩子来讲，他的未来的学习方向以及求学的目的，他比较有一个标杆。好，我想在高中端的部分的学习的话，教育方面，我想不会因为说考不到好的学校，而希望说我们的孩子在学习领域好，然后选择他未来的更好，我想才是他的我们实验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好，所以说在整个高中的入学方面呢，我想家长们要大胆的让你孩子去在这个所谓实验教育领域里去让他学习去摸索，找出他的适应性、他的未来性以及他的潜能，还有他的探索他自己的一个能力有没有。我想这才是真正
让我们孩子有个正向发展的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是，可以看到就是衔接高教这一块真的是很多家长很担心的地方。对对，但是易作这样子分享对不对？还有你们家是不是也有小朋友？我两个小外甥女现在都读八堵的那个实验小学啊。那因为他们比较喜欢艺术方面的，我想在那个学校的领域的学习长，他们可能从学校的老师的辅导能激发他未来的一个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个才能出来。我想各位家长，我们现在孩子给孩子的教育不单单要他学习到基本的知识领域，我想他的本身的潜能应该你要去多注意，让从他国小到国中端是他一个启蒙发掘的学习的时段，我们要给他机会，让他在未来进入到高中的时候，他有自主性的时候，他去选择他未来的方向。我想我们很多台湾的教育就是现目前来讲是固守过去的一个模式啦齁。那在国外来讲，我们看到很多影片，国外的小朋友校学老师出一个题目，让小朋友彼此之间在互相研讨互相探索。我想我们今天一个传召好了，不是让他顺顺利利停到这个港口，安安全全停到港口，希望这个船能发挥它停到港口能发生它什么的功能，它横向在茫茫大海中它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未来性，以及它的功能性，我想才是孩子给他启发一个去探索。因为我们讲我们在家里看电视，哇，电视节目很好，但都是经过人家这些专业者他们去编排的，或导演或者导播他们去安排的这整个剧目出来。但是你们两想想，在这个剧目的展现给我们观赏的时候，它是怎么呈现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那么去探索他为什么会写这个故事，写这个故事人他是哪方面有这个所谓的领域才能写出这一段故事来，而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要怎么要有经过导演的一个指导安排，他能呈现整个剧目出来。我想这就是未来我们实验教育给孩子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哇，这可以看到我们的秦易作还有我们的连易作真的对我们的教育很用心，不愧是教育小组的易作。那当然有很多一些家长们的看法，对对 对, 对，然后透过节目可以让更多人来知道。我想是家长们家不了解，真的是可以跟几个这实验小的学校啊校长去多联系啊，或是参与他们学校的平常上课的这种观摩啊，去体验一下啊，深入了解，让自己知道他的孩子适不适应这个学校的这种实验教育的环境。连易作呢？连易作有没有？我想，刚刚讲到这个高中，我们要如何去衔接哈？那在我之前，我有接触到像宜兰的华德福他们这个实验教育的时候，那这个校长也有，我们那时候有问他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国小好，国中有了，那高中呢，能不能接？那我想这也是大家家长所担心的。那个我据那个华德福那个校长有说到，他说因为实验教育他们在做刚刚讲得到特别是培力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把孩子养成很好的自主，那特别是这事发性他们已经都，这些都是一般学校没有这么样的去刺激他们。那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也就接触刺激的时候，他们到高中的时候，他们自然把这些的潜能都发挥出来。那时候他也说不用担心了，你们绝对放心，他们已经那个小那个孩子在宜兰那边的华德福已经都有上到大学了。那回头来他们这些的老师也有去探讨或者是看这些过去的孩子，那也跟他们了解他们在那些的大学生活或者是高中生活能不能适应，那大部分的他们来讲都是不错的。因为我刚刚讲到之前他们所学习的一些就是别的孩子可能没有接触到没有接触到的，不管他们的团队怎么样去发挥他们的团队精神或者是自主啊或者是创造力啊什么，都比一些的孩子来的，因为他们比较快比较多接触，所以他们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那我当然基隆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国中的部分，那我们也期待这一批的孩子那是不是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刚刚讲说是示范也好了，那也是开始，那然后让更多的家长也能够来参与这样子的实验教育，
那或许刚刚也说到的，就是可能都不熟，因为之前现在的家长，就像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些知识，可能就是这么的一定，有它的定性在。可是现在的已经教育已经非常多元了，那也不是像我们那时候能想象的。那愿意尝试的话，我想有很多管道也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是鼓励大家。是，谢谢宇宙。那当然了，我们的实验教育是现在要进入到我们的国际，跟我们的国际接轨，跟我们的科技接轨，所以我们的教育就慢慢的开始来转型。那目前基隆的实验教育是到国中阶段嘛？那刚才易座也有提到，到时候到我们的高中，那未来如何衔接大学，大家也是不用担心。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这个实验教育，我要跟各位我们这些家长们说明。这个实验教育，我们国家是有一定有实验教育三法，而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实验性质的白老鼠教育，所以大家各位家长不要担心，因为在我们实验三法教育法里面有分别是高级中等以下教育阶段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实施条例，还有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的实施条例，以及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委托私人办理的条例，所以说这实验教育都是在以这个实验教育三法里面，去在执行。所以说各位家长可以不要担心这个法院的依据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教育的孩子的学习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条件。我想这部分呢，在这边进一步的向各位电视前面的家长们来所谓的说明一下。是，这实验教育之外呢，其实我们的校园有很多空间可以活化再利用啊。我们要请连易座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家长跟民众都会跟你反映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哦，这个是目前应该说最夯的了哈，是最头痛的。那我想也是最头痛的。那因为基隆，我们基隆市啊，确实我到了议会之后才晓得，我们基隆每一年的预算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他们常常会听到民众在讲，你看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新北市，他们那个学校都开放，那其实学校开放的，我了解的并不这么多，地下室都开放了啊。它原因是要做一个地下室的停车场，要花费非常多的经费了哈。就讲我们现在基隆的仁爱信义，他们两个打通以后，你知道那个停车场将近要6亿了哈。那很多我们就觉得说，花这么多的钱是不是能够来处理这些停车问题，那值不值得？那我想我刚刚有说到我们基隆的这个市政的这个经费真的是有限，那要能够来做到每一个学校都有可以要挖地下洞到挖地下室，然后来让这些的社区人停车，目前我觉得基隆是有一点困难啊，这个困难。当然如果中央在帮我们这个帮忙啊，好多一点，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好事啊，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继续，我们要继续争取，那是不是中央能够继续能够关爱我们啊？这是第一个。那但是现在目前我了解的是，学校能够停车的就是有平面的部分，好比说它的有的是操场，那有的是学校比较平坦空，有比较空余的多余的这些空地，那能不能让这个社区的民众一起来能够共同使用哈。那我了解的是，我目前有基隆有18所学校有做开放，18所学校，那有的学校大概场地比较大，有的学校这个有收费啊，还有做就是管理的部分。那有的学校可能只有少几个，10个或者是几个，那比较多的可能有收费的，那可能到30-40个，那但是究竟还是不多。我讲社区现在目前我刚讲是一个很夯的话题，也是最头痛的话题。那因为基隆在过去都老的社区很多，那现在的新兴的楼盖起来之后，我们的那个集合式住宅盖好了之后，大楼盖起来，那的停车位也并没有100%的满足，也就是后面我这里有盖100个这个100间的房子。那有时候也并没有是100个停车，或者甚至更多，所以现在社区产生的这个停车问题非常的严重。那我也期待，当然我们也要尊重学校，因为像我刚刚讲到，有的学校它的面积不是很大，它的操场已经就用跑道了，又用 PU 的，那当然是不容许车子进去压，
不然你在孩子在这一下就坏掉了。那当然是不是多余的空间，那能够学校也是不是能够考虑在安全的情况下，我刚刚讲到安全情况下，就是说刚刚也提到我们学校的经费也不是不这么足，晚上的管理也都是要靠这个这个楼管公司这些来做管理。那在这种的人力或经费的不足之下，怎么样能够让和社区能够一起结合，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再努力的。那也期待我们那个教育处是不是跟学校研究那个比较好的方式。那当然站在学校的立场，我知道你们开放了去停车的时候，一些闲杂人就进去的比较多，那当然你们的门禁这些管理，不然学校的设备也都有会遭到这个破坏。那曾经有的学校，我就像南岭国小那个那时候的那个校长胡校长也说，哎，有一阵子我们就想说好了，不然让社区进来，结果隔天早上有的车子不出去了，那学校已经要学校要做操了，有时候运动了，哇，怎么办？后来他们还是把它关起来。那我想等有种种的这些的那个方式，那学校有的也愿意出来，但是有些的民众是不是配合度也不这么高？那大家也变成说双方学校和社区就没有达成一个共识了。那我想不管在有机会，如果学校让我们社区的能够来使用这样的停车的空间，那我也呼吁我们的民众一定要珍惜这样子的情分，那我们也要好好爱惜，也遵守那人家的一些的规定，那让这些大家能够一起来共同来分享这些资源。对，最后三十秒。我想停车空间学校给我们周遭的一些市民的一个便利，但是假设市民大家没有办法跟学校在时间上的配合，也会造成学校的不便利。因为怎么讲？因为学校他们晨间的上课时间，差不多一般老师都在最晚都在七点多到校。假设我们市民假如晚上进到学校停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七点以前离开校门学校的话，那会造成学校的不便利，以及学童上学的安全出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学校的空间能不能开放，我想大家彼此之间要有一个心理的互助的默契啊，并不是因为你的便利需求而让人家造成不便利需求，我想大家两门都是其害的。我想我们基隆市的停车空间不足，当然大家都看到学校的场域非常宽广，但是以平面来讲，刚才我们林言讲过，人家整个场域都非常的平整，跑道都非常平整，也不是没办法受我们车辆长期的这样子碾压，这样学校的损害率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希望在我们政府部门是不是给中央再建议以前瞻计划来补助地方多开发社区区域型的停车空间，比如说有的山坡地国有地让它开放出来，让我们政府部门来建设所谓的停车空间，还有高速公路桥底下也非常的空旷，是不是让高速公路局也开放出来，让我们民间大家来停放？我想这是大家的地方上的需求，交通的改善，我想可以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哇，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议座带来这么多宝贵的意见，相信在相关单位的努力下，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拜拜。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吃蜡烛吧，来，我你走，小心要小心。一年前，妈，妈怎么了？哎，哥，你赶快打电话了。救护车！在1966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祝福我的孩子。
去庆祝咯。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